实拜佛身法 99% 的玩家都用错了。说起拜佛身法，想必各位玩家都用过吧，但是我在这里明确的告诉大家，你的拜佛身法是错误的，你根本不会拜佛身法。现在仔细回想一下，你是不是被拜佛身法淘汰过无数次，有时候甚至一枪都没打到就被拜佛淘汰了。今天教大家正确的拜佛身法，一分钟让你成为身法大佬。其实拜佛身法不能见人就拜，这根本没有任何效果，反而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。其实大神玩家一般都是在自己残血的情况下才使用拜佛，而你们在使用拜佛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，趴下的时候打的却是敌人的脚，这就是你打不过敌人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拜佛。第一，千万不能见人就拜，在打中敌人两到三枪的情况下再使用拜佛。第二，正确的拜佛方法是按蹲键然后再按趴键，因为直接按趴下拜佛，枪口会有一个晃动，造成前面几发子弹会打不中敌人。第三，可以使用跳趴身法，在敌人前面点击跳跃，在敌人丢失视野的一瞬间点击蹲趴键使用拜佛。第四，拜佛之后枪口必须要抬高，千万不能打脚，趴下的一瞬间必须抬高枪口打出爆头线，这才是拜佛的最高境界。最后记得双击保存，学会这四种拜佛技巧，下个大神就是你。